苹果还有新款游戏机同步拉货，鸿海十一月份的营收高达4561亿元，月增19%，不止创下了单月历史新高，也刷新国内公民营企业的单月营收记录。反而认为鸿海第四季的营收渴望突破1.2兆元，季增上看40%，全年合并营收有机会可以超过3.9兆元。